都没坐过那个雪橇，所以第一次坐过那个要坐那个雪橇，所以会有那个难度，所以我们要加油。要加油。对。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呢？冷，一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国家的温度常年是多少度的？我们是不同的国家的，我在国家最冷是22度。